王俊凯穿西装彩排引起众多网友关注。只见王俊凯身穿一袭黑色西装，口戴口罩，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却依然挡不住满屏溢出的帅气。据悉此次彩排是在王俊凯开完会后未来得及换下私服，直接穿着西装就去彩排了。而彩排唱的歌曲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奔跑的青春》，同时也期待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王俊凯的待印作品刺猬749句野孩子。9月21日是 TFBOYS 组合王俊凯的生日，而在今年他也迎来了自己24岁的生日。今年是王俊凯的本命年，也是出道10周年，玩意非凡的一年。很多网友们或许都感到惊讶，原来出道多年大家非常熟悉的王俊凯居然才24岁。不过这也是由于他们出道早的缘故，所以年纪都还不大。然而有网友发现王俊凯生日倒计时8天，组合现在已经不转王俊凯相关微博了，却依旧转王源和易烊千玺的，并表示谁懂，我真的很期待生日那天他们不转发，我会开心疯的。